停一下先。停一下了。是吧？标线。先装置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。快充电了。逛一下，开一下看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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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钥匙重新开开，边上给看看。好。光屏幕关一下子，嗯。
不要了，再不要了。这个，查询看一下什么？对，三相故障，就可以了，把三相电源放回去就可以了。现在开不了了。啥问题？他有报警，就怕他的线错的嘛，线错的他就报警，他就不报警。错位的。